有机会，八爹这个状况下要狙掉是对方的梅隆，阿信复活了，但是欧维克刀还是不拔，正面的部分对这个。点上人太少了，所以这个下就直接1.2不会就这样子掉了吧？所以 Awik 在对方返场第二波状况下直接拔刀出来 ，Awik 直接收掉 Assassin。现在可以尝试个一波到两波就够了，但是像他们可能返场的时候没有做好，返场没有做好的时候，他们就一定要赶快想办法再换个星星了，不然实在会倒不进去。对。太像旺救场的这一波还来，旺这边是有把 Crippity 两炮带掉，这个很关键。这个结束，哇，这个炸弹知道没有掩护，哇，这个直接炸两个，哇，还没结束。Judo 这个机甲其实真的有概念，强行拉复活，强行拉复活拉起来了，慈悲还没有死，哇，这个、原炸掉另外原氏，又把坦克给吃了，哇 ，Crazy。真的疯了，真的 crazy， 真的疯了。谁说炸弹死的伤害都是不稳定的？对，他就炸两个给你看。一滴血更新还没倒，这个打前点也打得太……哦，又害到了一波，太快了吧？没，好像连害都不用害就赢了，就对。对啊，这个打前点就是完完全全就是哇，应该说这一波的刺客阵碰撞，完完全全是 New Plan 的想要的。这时候没有狙击手，可以再往前做输出吗？没有，拉复活没有问题。王威仔开超发路线要拉队友血量，这时候刀拔起来，合上刀，先砍掉 Depp 可以，再找这个夺命女第二刀有带掉，回到这边战场再砍一轮，这一波打穿很有机会压到门口脸上。哇，这一波 Savaga 的超凡入阵是完全没有保护到队友。